小朋友在吃饭，然后他的狗在外面等，因为这个餐厅的狗不能进来。那狗能够等待，其实对主人的好处蛮多的啦。哦，那它这种等待呢，不是表演，它是一个扎扎实实对主人很有利的一个训练。那我那个狗的旁边呢，放了一个我们自己家里的东西，所以它比较安心，它会守护在那边。好，这都有一些让它不要动的一些概念在里面。